继续开会啊，时间先暂停一下啊。现在有凤山区第一、第二市场哦，摊商哦，莅临本会旁听体旁听哦，请大家热烈欢迎一下哦。好，我们由苏延成议员执行，时间45分钟，好，开始。谢谢大会主席、会长、市长、各位主管、各位院同仁，大家好。咱这个都发局对不对？就是讲咱这个第一市场跟第二市场对不对？吼，而且变更案嘛吼，就是讲咱第一市场呢，甲第二市场呢，伫民国迄个凤山区的古柏路，吼，伫民国都是叫同学监督公布实施的28年至30几年这当中公布实施。当然，伫我家这边家对不对？吼，上届尾啊都是叫同学监督公布实施62年。啊，所以咧，第一遍咧，对不对？刚才吴总是奠定的时阵，对不对？哦，伊来提，伊变更咧，伊是来变作公有市场。啊，陈义修做奠定的时阵咧，伊来变作公有市场。伊民国76年咧，吼，就我阵做市民代表咧，吼，啊，我去提案，但是我是连任着管理员，所以我是追踪。哦，啊，这个案咧，伫这个94年咧，吼，才会咧有变更做迄个商业区。哦，啊，当然变更偌久咧，就是咱凤山市公所咧，吼，因为市场是日本时代用板啊、用条啊装起来、支撑起来，所以拢老旧。啊，老旧了咧，就是讲会坍塌这个危，这个危险。啊，所以咧，咱的总办咧，吼，有拨一条3000几万的经费落来，哦，啊，3500几万的经费落来咧，哦，啊，本来是要做修建的，啊，但是迄阵的公所咧，就拆起来。拆起来了咧，才发现就讲修建咧，吼、哦！你怎么要搁啊拆掉咧？要搁起咧？爱搁重新，吼、哦！啊，申请，啊，当然迄个时阵咧，我嘛是有来讲，吼、哦，讲咱着用临时建筑对不对来做处理？临时建筑咧，会当去78%，啊，高迄、那个高年咧，吼、哦，再搁重新申请一遍。但是迄阵的公所无接受，公所无接受的情况下咧。伊家个伊来变部分的吼，即有一个迄个部分的，伊个0.39公顷的吼，伊个来变转来做迄个公有市场，他不是无叫伊来变转来做公有市场，啊起起来，但是都能起60%，摊位严重的不足，8%变成60%，啊当然嘛感谢咱的市场点点，迄阵呢，吼有那来对这摊商呢，经过吼5、6年嘞吼，啊到尾有那吼这摊商啊。用起来有汤山的有当去咱做生意，哦，即那即汤山非常感谢咱的市长咧。当然，伫即个整个即个计划当中咧，哈、了咧，就是讲我希望的，就是讲下当咧，吼、哦，来卖即个地市场，地市场来卖即个摊商，哦，甲包括伊个外店，还是为甚物来卖因？因为民国79年遐有火烧，地市场火烧，但是火烧了咧，咱的工作无钱人去，是应该你提钱出来去的，所以。目前的触角咧，吼，包括宜兴路阿伯几排，拢总就是人家摊商家己提钱出来起的。根据咱的规定咧，民国82年3月21日以前咧，公家土地那是和咱的市民占的咧，吼，就是以爱以这个让售的方式做处理，不是标售。吼，啊，当然迄阵是卡的是公有市场，对不对？吼，公社用地袂当来让售，但是咧，吼，即摆已经变经过商业区啊。啊，变更商业区了，会当来让座，所以外店部就是成功路甲凤山中山都拢卖啊。但是迄块土地是国产局的，哦啊，所以甲国产局的因申请买卖的吼，拄啊卡着都市更新，因为都市计划同嘛检讨变更做商业区的有附带条件，爱都市更新，如果都跟自然难行，要用私地重划。啊，是这個政治啊，对不对？嘛，就是讲，阮过了2年外时间的，伊也推翻都跟。哦，阮台北走有够提出来，阮配合一个立法委员，甲即徐千盈的科长联络吼，啊，那拄啊四遍发包未处理，啊，发包未处理，就是讲什么叫做自然难行，哦、我得去下面理论嘛，到尾啊嘞，哦，伫个地边、地了、车边、第四段铁路钓鱼，哦，啊，铁路钓鱼因外店部嘞，凤山中山路甲成功路，即外店部嘞吼，因较一，因是民国35年以前就处理啊，所以因为应用了高油三十六。公有财产管理条例咧，吼，伊内面的规定咧，伫民国35年然后起厝业咧，是用地主的公告地给让售，所以因地主的公告地，因遐每一间店面咧，20通平对不对？吼，60000块有招，
好，六万块就按着买去啊。但是阿伯车就是无在通去买，因为卡着的咧。因为迄个财政局的话，有走过来，我那台北财政的财政部咧吼，我那走去找过来抓。但是伊讲这点的代志咧，实际上地方自治条例做处理，土地唔是因中央的，所以无当做处理。哦，啊，当然就咧反映对不对？吼，啊，就是大家单位拢一直无爱做这个方面的处理嘛。哦，啊，然后咧，因遐种下落来。但是咧，下落来咧，吼、哦，到目前知影咧，即卖伊在商业区，佮要变倒去做公有市场。啊，连江啊咧，因即卖伊这传统市场都落寞了呀。吼、哦，连江啊咧，吼、哦，伊若退场机制搞咧，吼、哦，是毋是？恁就是来三十万，一户三十万，厝因起个相共啊，三十万来因赶出去，赶出去了咧，你即卖变做公有了，你赶出去要咩处理？你公用佮变做非公用。好、哦，恁较当去做处理嘛？安、啊、怎对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到尾啊，恁传统市场退让机制出来了咧，总共变更五遍。我甲你讲哦，实在有影足无奈啦。阮这乡亲啦，阮这凤山市民足无奈啦。一个人一世人爱对着这边都市计划检讨，点着就欢喜个。但是因遐爱坚持五遍，佮三十万人赶出去啦。因佫符合着咱的管理，咱的民国八十二年三月一日前咧，说占了因的公家土地，爱当做这个方式去做处理政治啊？为什么不可以？财政局局长工作报告，我嘛属于他们。草爷，自治条例是安怎写的？具备什么条件？伊嘛是讲公家土地后变就占去，吼、哦！以民国八十二年三月一日前咧，吼、哦，方占去，吼、哦、啊，因为时间结果袂当解决，啊，用迄个自治条例解套。啊，我嘛问伊财政局长中，咱的前局长讲啊，第一层、第二层拢赶快来经营嘛。第二市场咧，就是因祖先卖土地，迄阵厝价值、土地无价值来起的啊，赶快一样啊，四十几就起啊。啊，恁即卖咱公司的点着，总迄句话，这嘛是叫你定情啊，啊定情到尾啊，咱公司的人高山叫卖出来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市政府无法度比较超越条件来做处理？您即卖搁即卖进行中，就是打这个商业区咧，搁变它变作公有市场。我现在我感触很深啊，安怎感触很深呢？你变来变去啦，变到尾啊咧，好，第一公有市场咧，外店铺咧，伊是商业区，伊卖伊啊，但是卖是经营地，安怎经营地？因为因深度十二米尔，但是商业区的规定咧十五米。你目前变更到即卖，你若去变更过就第四遍啦，后面废物机制佮变在生活区第五遍啦。但是咧，你今仔嘛把迄个十二米咧是主题区哦，你生活区系十五米个起去咯，你连看伊若厝要起袂起去，一定爱十五米变做起行地。都市计划通嘛，讲到伊个精神重点咧是袂少起行地啊。你变来变去变咧这边啦，你若去变等于公益市场连看，佮变做生活区你遐袂。无卖因，我讲遐变做经营地，这第一项。第二项呢，附带条件，恁敢客条啊？伊十万块买土地，你既然叫6%代金，因那土地一间土地两三千、两千几万呐、啊，哦，一间遐啦，二十几平两千几万嘛，哦，两千几万你要扣30%代金，靠得力嘞。民国35年就起厝底下呢，恁今卖要取了代金呐、啊，无袂当我买，袂当我起啊，啊起嘛袂客气，变来变去嘛变做经营地。所以咧，讲实在啦，对不对？都是一些高雄市市民啦、啊，超越恁得当处理了咧，好卖呀？为什么？阮这个第七年，恁得要变作坚持，变它变作三个区，变作三个区，三个区变作公有市场。但是恁的回答，就是附带电话自然难行啊！附带电话自然难行，你几方面要变作公市场，几方面要取消半强在代金？我跟你讲，现在无道理的。所以，我呢拜托市长咱主持一个公道，所以。主头至尾啦，包括我休息啊，拢在讲这件啊。好、哦，啊，所以我们你要了解，拜托市长吼，啊，了解上下点点吼，台湾这乡亲主持一个公道，哦，咱公司为什么超越会使，咱未使，是不是安尼？啊，你个当时叫什么检讨？嘛，我讲话嘛，无讲头壳要检讨五遍呢，迄真正无这个代志的啦。哦，是不是安尼？啊，这个情节点点，所以阮这乡亲啊，足关心就对了吼、哦。所以咧，你伊个民政哦。这是恁电商就讲钱点点吼，迄是无道理的，你听无？是恁政府唔对的啊，好多人伊无做生意啊，
哦，是不是安尼？我即卖在起好势啊，我开始做生意，咱嘛做感谢市长呢，开幕一百周年，人家都做一百周年啊，市长嘛，伊啊青菜，伊啊来，吼、哦、来迄、那个迄、那个吼，互、哦、遐做办活动点点吼，啊，互遐摊商点点发生，迄、那个消费者拢会当里边消费点点，啊，做即个市场点点吼，够小有起色啊。哦，即嘛感谢市长呢，对不对？啊，底下吼倒倒苦，吼、哦、啊，当然呢是讲上重要的，就是讲你这个符合条件，对不对？吼、哦，咱来用是公有市场变做民营市场嘛。你那如果要退场机制要开呢，因大家东西拢断出来，不爱做不爱做不爱做市场袂使啊，哦，是不是呢？啊，草鞋会使，为什么袂使？啊，你袂使，你即马去强势要变更多次计划，佮他变，将佮他变做这个的公有市场，第四遍嘛。啊，你退场机制退了，你要再。公有市场变成商业区，都第五遍。我是讲多次叫，都嘛监督，即个委员呐，唔但是以前较搞，是以后较搞，我搞未清楚啦。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哈、哦，伊讲诶，迄个多次叫委员会咧，对不对？我嘛受提这个意见，嘛是提出来讲。哦，啊，所以原来讲拜托市长，对不对？哈，主持一个功德。所以我咧讲就是讲，你既然呢？附带条件吼，无在量执行呢，你就是在附带条件去掉。因为是变更过程当中呢，你只在附带条件，但都是更新。好、哦，如果都跟自然使用处理重划，是恁条件是多余个当附起去的。所以你今仔不自然难行，你是爱用多余个去掉，唔是公社要来去报至三十个代金啦、啊，报至三起个，报至三诶六百几万、七百万呢，六万块买土地，你就爱用。爱开六七百万，迄六只代金，够公平？我感觉不公平。啊，迄、那个十二米的深度，你爱划出三米的面，我到十五米，唔谈八多几个，同埋叫做变更迄一边啊，还是七零地，我感觉是不公平。哦，这是等下吼，咱个请市长来点点吼，来解说个主持一个公道。这第二情况小讲啊，第二市场。啊，这伊个位置图，啊，恁即马在外口诶，即个卖鱼，即外口诶，即个新迄个中山路，吼、哦，中山路点点吼，甲新光路，哦，即一条一线路，哦，即拢卖鱼啊，啊，即也卖鱼啊，啊，即原早就原早私人土地，哦，啊，恁即马咧，恁即马卖鱼家，啊，即条甲即条新光路家咧，即要来扣30%的代金。因为什么叫办成啥？因为你附带条件，附带什么条件？因为都跟自然性事实同化，这个问题呢，即卖洪水都是叫叫都是叫同埋检讨。我的建议呢，啊，去掉，但是维持商业区，买卖唔卖，免个连下去变成啊做公有市场，或者变了，即卖来变公有市场，连下变成啊变做商业区，我讲是唔对的，哦。哦，即第二像他拄啊讲的相同嘛，哦。啊！但是咧，你起码就是讲第三处从嘛检讨点，应该是第三处点点哈，应该第四处啊啦，第四处啊点点啊，起码是要变作打商业户，要变作公有市场哦。市场拜托你，真的要注意起来，因为这样代志自头起我落嚟要30年啊。好啊，真真正正点点哈，你既然规定的民国82年3月是一律前土地合法变成起处于，你就是要以公告，你就要让说，不是标说。但是草鞋嘛是他拄啊，我有讲过啊，工作报告当中点点吼，咱的迄个，咱先讲点咧，哦，我嘛来问过啊，伊就是讲土地用啥物，民国30，伊个有这个地的规定点点吼，82年3月21日问题点点吼，啊，所以应该根据法令用自治条例的原因，同款的问题，同款的情形，同款的状况的，为什么草鞋会使，阮家袂使？哦，所以。好、哦，第一期、第二期，差不多东西，这个案子在因第二期里面呢，因的厝呢是民国40几年起的，啊，因提前出来起的，哦，啊，第一期就是火烧以后呢，因家己提前出来起的，对不对？啊，这符合条例，对不对？啊，咱当然，哈、哦，他希望市长，对不对？哈、哦，按组织的工作，再来做点处理，哦，这都是伊位置，哈、哦，公平咯，哦，啊，义兴咯，哈、哦，公安咯，哦，伫这个市长老印象哦，是天公庙啦。天公庙的正对面，迄地就是啊啦，迄、那个第二公市场啦，啊，即卖是商业区啦。啊，第一个第一市场，第二公市场，咧，即个即是即点就建议市场来维持第一市场为商业区嘛，唔通变更变来变更来变更去，都是计同嘛，兼做做新型的，做有尊严的，做有原则的，做公平性的，变五变，真系可能无人去接受啦吼。啊，迄、那个
就是第一市场的部分呢，原来爱卖三米出来卖因，分无变成，茫变成经营地，啊，但负债条也扣掉，哦，茫个要扣一六万块买土地，伊用迄个要扣六七百万呢，对不对？这钱啊，讲较袂贵，哦。啊，即卖就是讲下当用用第一市场的时候呢，吼，伊嘛是代恁买啦，嘛是政府买啊，嘛不是讲装上瘾啦，哦，我是代恁买，哦，啊，介绍点个合理的，对不对？伊嘛是代恁买，是茫标售，标售因价难破，都去标售，标袂着。啊！这本州工业区对不对？哈、哦，即我那每几个人提出来讲嘛，足感谢市长的哈，停止不爱开发，因为大埔市县对不对？他拄啊那个王烈水议员嘛就讲过啊，大埔市蛮个诶问题，蛮个做处理。但是你那是农地啊，用爆片的方式哦，爆片的方式啊，用是来徴收啊征收开，无分土地哦。你那是用那个土啊征收啊，是来用的对不对？哈、哦，市咱的市民的还可以分土地回来，看是五成还是四成。有一个比例咱分回来啊，但是用爆片呢，对不对？农地爆片做工业区呢，就是大埔事件人同恶化，媒体大家报，甚至国民党的主政的城市，咱大家人拢讲，民进党嘛拢讲是恶化，对不对？啊，咱我是感谢市长的吼，咱民进党接近的这个的城市，对不对？吼，的市对不对？吼，咱就停止开发啦，那是。整哈第一届对不对？吼，市长有公开，因在旁听，因在市民在旁里面在旁听，对不对？吼，阿里嘛做承诺讲不爱开发了，但是不爱开发是踮在江头湖底下，啊，所以呢，即摆捷运呢，车站要设置本州，要设置迄个哦，邦了里嘛，有车站底下过嘛，爱带来人潮嘛，啊，人家在前潮嘛，啊，所以呢，咱是不是讲吼？以前我捌建议过啊，是不是迄个附近因附近千几家拢做工业区？迄部分哦，来做啥呢？来用个成商业区对不对？吼，来带动经济，工业区嘛是带动经济嘛，但是商业区嘛是带动经济嘛，吼。俺是不是讲留留一个金河因？因为因祖先的土地拢可能征收做工业区，是卫生界啊？为什么小部分不要当留下咧？爱搁伫省道边啊？哦，这件代志对不对？我那拜托市长，以前就有帮忙啊。咱希望呢，再继续来对不对？吼，我那变经济咧，吼。即卖啊，即卖是非都市计划土地嘛，对不对？啊，因为咱即卖工业区也不爱空了，对不对？嘛，袂使定去南边呢，因为挂一个工业区底下，对不对？嘛是一个威胁吧？哦，是不是安尼？啊，因遐咱板栗里的这市民呢，因的要求呢，看到变作因为钱那边底下贵，是不是会当变作商业区？对不对？同款嘛，拢是带动经济嘛，吼、哦。而且接落迄个钱那边底下要去要落地，经过迄个哦，经过板栗里嘛。我咱即马这个殡葬管理处点点吼，咱要引进这超商这个进驻点点吼，我是感觉讲吼，这有这个必要啦吼，因为嘞，咱公司嘞，咱大家包括议员吼，包括这些民意代表立场嘞吼，嘛常常直接走两两样的啦。啊，但是咱其实咱公司嘞，吼，遐捐遐家属啦吼，有诶无，请他们要吃钱，吃钱也他都无当吃。啊，一个发挥做了点点吼，我感觉是真正真的那种。环境也不大好啦，你咱讲比讲实在，你路边摊迄钱啊，他们讲哦，底下咧烟啥有诶，无钱啊无卫生啦。但是超商管理内底对不对吼？咱讲白对不对吼？咱的市民咧有一个较舒适、较易选择，我感觉最有意义啦吼。啊，咱是不是对不对吼？当讲来促成这件代志，啊，这就是一个家属休息性啊，其他的也好啦。但是咧要吃这物件无当吃啦吼。哦，这嘛是当中吼环境啊，做好做一个。殡葬处的哈，咱的民政局的哈，这种民和家属的，真的哈，虽然悲哀的，但是有一个足舒适的环境，点点哦，来咧休息哦，这拢是啦哈。啊，就是讲这个引进的超商这评估，点点哈，看伊是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哈、哦，还当讲哈，或者咧咱的市民的点点哦，在这悲哀当中的点点哦，还佫有一个哦，较舒缓心情的所在，无我只要。用几半步，但是讲半天要吃钱物件无当吃哦。咱这個教育局对不对哈？这个六多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对不对？这一个比较哈，咱的台北市嘞，哦，台北市有12个，咱的新北市嘞14个，桃园3个，台中6个，台南1个，高雄市无半个，拢总有36个。啊，当然，咱高雄市。咱公司咧嘛是伫，我记起讲咱高雄市咧，咱伫国际上是第一届合并的时阵，咱嘛摕到宜居之城市国际哦，宜居之城市咧，吼、哦，咱咧摕到7块金牌，7块银牌，吼、哦、啊，
迄、那个无三块金牌，啊，迄、那个三块银牌，吼，啊，加迄个四块铜牌，对不对？嘛是一个足亮丽的成绩啊。但是咱个成绩对不对？吼，包括咧咱高雄市的选手，咱公司咧伫这国际比赛、伫全国比赛咧，咱总统奖咱嘛定一人摕上来。但是即卖产生一个情形啊，就是讲咱无一个好场所因训练，会增加咧各管区拢爱挖桥啊。会发生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高雄市的主题和高雄市的主题在天津场的竞技。啊，咱公司咧，咱也可以和别关系，有咱高雄市的主题咧，冠军个别人配咧，咱公司咧真正做无面子。啊嘛，我嘛做无爱希望会看到讲咱的主题，甲咱主题伫天津场底下咧替别人咧争取这荣誉呢。好、哦、啊，所以咧，我是感觉讲，这个国民运动中心对不对？吼、哦，有那有需要，咱至少别人去十二个、十四个，咱无办法去一个啊。我即卖咱的迄个本雅体育红山体育场遐，即卖改做绿都新，绿都新自车场要迁移对不对？要迁移整个咱的体育馆遐对不对？来做全民运动中心嘛。你既然要开四五万啊，咱咪阁加来开小块对不对？我来争取补助，啊咧，因为科技给羽毛讲70%的经费，伊要争取。咱市场用30%尔嘛，啊，所以是毋是配合这个时段？啊，咱就从国民中心来起起来，啊，绿都新、黄绿都新的平移做处理，哦，是毋是安尼咧？下当一边做，啊，咱以后咧，咱倒落来对不对？咱的运动选手，咱有一个足稳定的训练场所，无像即卖啦，你要去迄个看台要拆掉啦，即个选手要得训练，去少学校，啊，少学校肯定有啥问题？到底爱拿费用唔拿费用？不拿费用？艰苦的啊！若不然费用伊袂当，伊个选手袂当收钱啊，学员袂当收钱啊，啊袂当收钱的经济啊咧，免那一起啊！所以咧，咱好不容易培养起选手，咱好不容易有这教练，对不对？咱要一个保障好，一个环境好，来为咱高雄这体育拍拼哦。所以咧，我是感觉建议啦，吼、哦，咱的市长点点吼，尽量争取，既然咧有10%的经费咧，是咱的立委咧，咱高兴的嘛，吼、哦、啊，自己也有讲啊，就是讲有要。争取保证会当争取70%的补助款落来，咱付30%配合款，咱就会当完成一个国民运动中心。所以咧，本席谈者建议市长咧慎重去设计思考一下，吼、哦，会当讲吼，咱这体育的点点吼，教育局这边的问题点点吼，咱这个体育的问题会当来发扬光大吼，啊，继续来啦，吼、哦，会当讲有一个吼、哦、较好的环境来训练的选手，包括来教练，吼、哦。哦、对不对啊？这是本来绿都新嘛，绿都新即卖就是讲伫球员区内底嘛，原溜冰场拆除改建为凤山国民运动中心，这我到这两个件事，让你做这边来做处理的呀、啊，哦，是不是安尼？啊，因为你拿一个建商啊，吼、哦，假设一个建商诶，伊若有这大地土地，伊绝对冲去做利用的啦，伊袂当个浪费啦。所以咧，溜冰场你若起一个室内溜冰场，对不对？吼、哦，讲到这个，甲你啊拆起，对不对？加开费用也无偌济，咱有法度争取40万啊，国民运动中心。你为要咱争取半决赛播出，是否能够考虑合并含绿都新一并起来？这真的红山市民的，真的感谢市长你的政绩啦，哈、哦！哦，这就是哈、哦，你拢这他都哈，他有讲过了嘛，哈、哦！哦，小英嘛是小英总统嘛是有承诺对不对？哈、哦，中央城镇运动教练名额哈，3至5的名额嘛，哈、哦。啊，那八六市场咧，对不对？争取这名额，对不对？吼、哦，和咱高雄是这优秀的选手咧，哈、啊，教练咧有正式稳定的工作，能够专心留在高雄，为了我们高雄的运动来打拼。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期待啦。这个监视器，对不对？哈、哦，咱当然咧，咱的局长咧来这做，对不对？咱的破案率啦，哈、啊，跟咱的这个产生贺主，这个判夺贺主的这个功能，对不对？哈，啊，我呐做了足好些，但是咱公司里对不对？就是讲，这个监视器对不对？哈，做些建议，因为人家几哪年拢无装啊，做监视器的寿命对不对？哈，是报告3年嘛，啊，你那个骗2年的这个费用嘛，啊，是不是讲哦？咱我刚那个小组，哈，我有呐有请教到咱的局长哈，啊，陈局长，但陈局长又讲每年嘞，因为爱用维护，不能用维护经费的，对不对？哈，啊来发包。和外靠厂商来争嘛，啊争了带维护嘛，用维护经费带维护对不对？啊，人这先做点经费嘛，这个本事对不对？我那做赞成嘛，哈、哦，当然开箱这当产生大作用对不对？哈、哦，啊，当然这是上介好的啦。啊，以后咱这条本想咱嘛是偏经费去维护，但是偏经费以后就变成看新的嘛。啊，所以咧就是讲，好、哦。
会当省咱的经费，吼，啊，佫会当带动咧产生特殊作用，啊，佫会当提供了判案的线索，对不对？我感觉这真正袂歹。那局长吼，真的，因为高雄治安呐、啊，各方面的，一个疫区住城市啊，治安也歹啦，无人敢来啦。所以，咱的陈局长拍第一线，对不对？吼，也做了袂歹。啊，所以咧，这个建筑系的问题，马上协助咧，哦，咱这治安呢，啊，当产生特殊作用，佮产生破案的线索啦，吼、哦。啊，所以，啊，我建议市长的，对不对？哈，但这方面的经委会经过加评估，啊，加增加，对不对？哈，真正讲到这里啦，经历无够，情绪完全的严重不，无当不发电嘛，咱嘛监督者经历嘛，哦，当然有意见意见的民同的这些到协助，但是还是要这监视器的，对不对？来配合的，哈、哦，来核实他这个，哈、哦，他这个伊的这个追踪嘛，哈、哦，所以呢，这方面的，对不对？哦，是不是咱会当讲伫每度医生点点吼，咱会当跟我谈起为何警卫来发包，来发包去来侦测一寡新呢？啊，发包出来等于凶凶一侦，啊，何里为何？吼、哦，这个确定啊，咱这个现在决定啊，这个我建议了哈，咱是不是朝这方面来努力？咱即卖就是讲新闻局对不对吼？咱的新局长呢，哦，虽然伊真的到任以后呢，哦，啊，伊嘛是非常的努力啦吼。啊，尤其呢，我是感觉伊对于弱势的族群啊，哦，以前呢有去照顾，所以咱作为优线电视台呢，要叫有亮丽的成绩单，哦，1168号对不对吼？拢有拢降酬金，哦，1893号吼，啊，红线的1372号，啊，这南国的吼800几号吼，顶。其实等于最弱势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族群的关心啦、啊、吼，啊，这大家拢知影，但是咧各项公开措施点点吼，拢有具体的效率嘛吼，啊，加这个协助嘛吼，来帮忙到咱比较弱势这个市民嘛，吼啊，所以咧就是讲，这几年来点点吼，啊，有这些咱的较弱势的市民，包括迄个低收，包括啥会来受到照顾，哦，伊嘛是非常感谢，但是。社会资源对不对哈？就是讲充分利用哈。啊，当然咱的经费都有限，但是社会资源咱尽量来配合。啊，所以地方局局长对不对哈？你这个区块他也真认真啦。啊，所以咧，本身建议咧，就是讲这业者咧，咱都开1000块啊。这个业者用奖金好，用些较精致的物件好，对不对？来因感谢，互因对登记哈，来照顾这弱势，这额度来提高。嘛，做感谢市长咧，表扬的时阵咧，市长会不能轻轻的表扬。但是表扬了咧，里面人国家代志对不对吼？但来扩大这个名额对不对？我想他们会很乐意接受了，吼、哦。啊，所以这种民族节，这是阳光照照未到、看未到的所在，对不对吼？啊，但是咧，有事实，甚至这个幅度啊，我们可以要求的再降，哦，应该收费的部分那个降，哦，搁在那个哦，搁刚少的。其实咧。我即卖咧，我伫迄个办活动，吼、哦，啊，包括游览车，我着即阵我拢有含伊个咱个乡亲、咱个里民处理，我拢有含遮，你讲遮还没处理。其实咧，我都在帮市政在做宣导，安怎宣导？我讲是安怎较袂饮醉，都是搭自治泳池，都是搭吼，迄个轻轨未来伊发展的路线有三十几个站，毋是即卖伫迄个遐个细尔吼。哦，但是咧，伊未来三十几个站，但是咱咧，这个大众运输转运站咧，吼、哦，工山、小港、红山、基山都有啊。你到遐要坐，都是拢会动啊，吼、哦，38区都可以到啊，吼、哦。啊，你配合着捷运的轻轨，啊，你要咧去配合大众运输咧来做一个处理咧。你出门咧，只要你时间再好些咧，足紧就到啊。啊，咱就先去桥都来塞车，吼、哦。啊，你要咧就是让。那个，包括那环保的问题，对不对？各方面让这改水，实际咱建设做起，咱的市民啊，无相当一个利用啊，我是感觉是政府投入的浪费啦。所以我一讲这個，对不对？哈，配合新闻局的，对不对？哈，丁局长呢，啊，研究了咧，就摕这资料出来，去谈讲这個，哦，这咱的市民嘛，中华裔，啊，其实是咱的陈局长团队做的嘛。啊，我今麦处理6台油箱车，4台油箱车，5台油箱车，我定下面讲咧市政的建设。对不对？哦，啊，然后他们接受的程度也很高。哦，啊，当然，相对重要，咱开迄个钱做迄个建设的，
大家市民呢，无去充了利用，我感觉这是咱投资的种浪费。买啊，嘛是给恁纳税钱去做的啊，啊，恁家己去开钱去做，恁不了利用，就是恁的损失嘛。结果他们接受的程度很高，哦，而且我们呢，就是讲我们帮丁局长练练哈，啊，怕这个哈，咱、哦、的这个市政建设这个功课。所以呢，虽然你做了未歹，我较配合你做了，你若做了，我就爱，我会督导你啊，哦，啊，是不是？这方面呢，我们在加强弱势的族群，还有他们市政的建设呢，要用新闻局这个区块呢，替他我告知咱的市民，让因知影安那充分利用。我看这是包括交通局，包括这个水利局。啊，包括着，哈、哦，那捷运呢，哈、哦，啊，那些交通呢，交通连带管的嘛。如果哪一档的合并起来的，我让你市民充分了解的，啊，充分做利用的，咱地下路的车拢就袂坐啦，恶多也袂坐啦。今麦就是一个观念转袂过来，恶多骑较紧的，扑得起惯死啊。啊，你啊看，你啊看，一个轻轨啦，一个车厢啊，会当坐偌济，偌济人啊，啊，当减偌济，到恶多摆，会当减几台车嘛。我拢只比较闻听啊，哦，啊，你都捷运的车到底坐轻轨，啊，轻轨你要坐交通运输，啊，捷驳车各方面的做方便的啦。其实呢，是你们无了，咱的市民无了解，袂用充分利用啊。啊，咱企业者无充分利用，就是咱迄个收入减少嘛。哦，但是交通呢，有啥塞车，塞车嘛足严重啊，上班塞车严重啊。但是呐，如果当充分利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了，哦。这个教育局点点哈，我个听在要个请教，就是讲足奇怪这个问题。咱即卖囡仔少子化，卖囡仔生少嘛，吼、哦、啊！但是这个经济啊，点点吼，咱咧讲，我咧讲就是讲，因为囡仔要读幼稚园哦，讲个歹听，吼、哦、一间校吼，有当时啊三百几个钱啊，名额多少？28个、30个。啊！你控制的教室那么多，啊！你各一方面，咱政府给各位人生囝，吼、哦，光是打到给生多生小孩嘛，对不对？无人口就老化。但是呢，你这生了，你讲叫伊爱家境做啦，吃头路钱呀，无得上幼儿园嘛，外口咧收医馆嘛。啊！你若生三四个、两三个，连续一年生一个，我还讲真来分伊。伊无当伊饲伊个家庭的生活，当然伊就选择不要生了。我既然饲了，我就不爱生啊嘛。啊，所以咱推动就是有阻力啊嘛。啊，所以我就建议教育局点点吼，咱空间你教室遐尔济，咱干嘛请班呢？啊，请班呢，就是搁一个问题来啊，就是遮个家庭的拢会惊讲，我一间报袂入，我搁来报别间，我报两三间。但是呢，咱这趟透过咱的附证的系统点点吼，去了解。读幼儿园的这年龄，咱通知伊嘛，哦，通知伊哦，就是保障嘞，对不对？哦，啊，你后你啊，说了有够嘞，因后愿意要来回馈，等下要读幼儿园，咱咧公办幼儿园嘞，因为公办幼儿园费用少嘛，哦，啊，你着去调查这资料，等下了寄通知予伊，到底你要读唔读，无你回一个信息，咱个人去搭问嘛，也要紧。这个政策咱当掌控人数，掌控人数嘞，咱就办得开好搞。我感觉讲，为了每一年这民意代表啦，为了安尼，这个学校的囡仔读幼儿园的代志，真正头足疼啦。啊，用个学校咧，比咧考大家更加歹考啦。安怎讲，就是大家报名可以入考啊。啊，佫有校报的啦，校报是大堆啦。啊，一间无，迄间无，安尼我安怎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公司的对不对哦？这本身的建议啊，这件代志，较早迄个咱的同事那提出来讲过啊。哦，我今麦讲叫做一个补充咧，就是讲希望咧，我们朝这个，因为王副局长袂歹啦，因为做这些个场合吼、哦，你底下咧主持也好啦，这解说这民众的问题啊，真的，因为你俩出名都袂空间啊，你听啊，袂大细声啊，现在这种命令你现在知道就好，啊，你嘛是真的，你有你的专业啦，啊，所以这种命令对不对？哇，麻烦咱咧王副局长对不对？哦，是唔是去演绎看卖啊？是安怎来用？和咱这个。咱家的这个，这个咱的主题对不对？吼，咱家的读幼儿园的对不对？吼，伊家长连忙讲，答辩就是为着这个大事来咧操烦。啊，一个人去登记几落间学校，啊，到时咧蹦啊三百几次，我感觉人也无去坐啦。啊，你扣28，扣30个，我感觉讲这是一个做无迄落，甚至咱讲白，包括外口人办的社区的对不对？吼，公办的嘛，足侪人去钱呢。吼，啊，咱
咱会当推动社区的，啊，咱好嘛，咱来先啦。其实来讲，幼点了，点么只要一年，总提落他去嘛是可以啊。哦，所以这种面点点哈，包括体育的问题，包括迄个绿都新的问题，当合并来做，迄个会当做处理的面点点哈。迄、那个迄、那个全民运动中心跟绿都新，因合并来做点处理的呗。哦，啊，其他的问题点点哦，啊，希望的点点哦，就是讲看应该来做一个处理。哦，啊，当然呢，就是讲。包括咱的迄个民政的对不对吼？咱的迄个民政局对不对吼？包括这户政事务所对不对吼？咱这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市民的精神对不对吼？我当时我提出来讲一下，因为我阵工作报告也讲过啊，对不对？因为一个行啦，要改制改啦，当然咱公司的对不对吼？就是讲你都拢几啊百个人啊。咱市民过来拜人，但是你改市民门拜好，对不对哦？你得这个伊车辆的迄个税制的问题啦，吼，感受问题啦，身份证改问题啦，吼，啊了咧，就去其他足侪问题，拢爱去做处理嘛。啊，其实咧，你三四百个人，大家人拢去走，感觉说大家人拢走去走去走火警事务所，是咪足麻烦？但是咱公司咧，对不对哦？咱的民政局对不对？伊就是叫几个人去，但感受人少伊，电脑资料、电脑搬伊，底下作业通便，吼，真正人拍无啊！这是咱市长的团队啊，的精神嘛，方便便民嘛，三四百人爱走过来所在，结果因啊搬因遐，大家集中在面遐，阿免出门啊，出门了行几步啊就到啊，所以咧处理全部拢处理，包括户籍税制的啥拢处理，哦，包括门牌，包括身份证的，各方面一边处理，我感觉真正袂歹，啊，较保重的哦，我看你当然较细致，听讲伊也上七点呢，哦，所以局长真的很多市民他需要你。当他们服务，这心里也给他过好些哦。啊，当然，就是讲，这个问题对不对哈？咱先，我是讲第一市场、第二市场的哈。啊，加这个、加这个、迄、那个帮领里的哈、哦，这变更、农地变更的点点，是不是市场来回答这个？方便有无？市长，请答我。多谢主席啊，多谢苏议员吼。啊，苏议员有提出真济议题的吼。啊，我为个我则请都市发展局甲苏议员来说明。凤山第一迄个公第一第几只公有市场这问题啊，咱经济发展局有评估，讲即摆还阁有市场的需求啦，还阁有伫遐继续吼。啊，即只要阁要维持即市场的运作，啊，但是咱当地有期待讲变更做商业用区，吼、哦，啊，不过会当优先成购，啊，这个部分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安尼变来变去，吼、哦，啊，我感觉咱这个普通土地都市计划变更，咱有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啊，我感觉咱都市计划委员会这个过程，拢会各方面的意见，拢会予咱充分来表达。啊，到时这个时阵，或者请咱遮大家人伫遐表达有这个需要，啊，有这个必须性、必要性。吼，啊，我感觉遐委员遐尼济，啊，因一定会做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共同的决定。吼，我感觉这是一个。会真公开、公平，即款的民主的讨论、专业的讨论，啊，我拢也是因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所做的，我想我拢会尊重。但是市场即个一个问题咧，对不对？同一个所在、同一个地点嘛，头壳要变五遍。对啦，就是。这我是讲，这个。无啊，这嘛是会当变啊。新草的，即卖变五遍，到底是以前的第二，即卖第。甲这个平衡一定有无相款的所在。咱新草艺有一个条例自治条，伫议会内底已经变要三四四十几档嘞。新草艺问题吼，啊，这有无相款的所在？啊，但是是毋是当比较新草艺这个部分？吼、哦，这个部分我感觉伫都市计划委员会，恁咪当提出恁的。不是，我即摆咧讲艺术点点，就是讲你即摆因为是商业区，你要变讲像第四面变更啊嘛。啊，你即摆退场机制，我甲你讲确定，你哪去啦？他们讲下在下是差出两点钟有咧做生意尔啦，关几日个啦？传统市场是一个退场机制，是一个势在必行的高用区，别个所在有哪退场机制咧做啊？你听有无？只要用处理了，用处理了，伊面面先变做商业区啊。
啊，你即摆为什么？你即摆给它变成公有市场？啊，后边退场之后要给它变成生活区？啊，你感觉讲无讲怪怪？所以，我嘛认为经济发展局甲都市，咱的都迄、那个都发局，拢爱是专业去讨论，了解实际的情形，符合咱整体现实的情形来做一款的变更嘛。无，我感觉这个，但是你嘛讲一个专案去做处理。好，感谢好。咱我跟你去协调点点，我看用什么专案点点来做处理。这，这大家协调看，协调看卖啊。不是，这一定要符合法律啦。我了解。请我的法制局当些参谋，如果法律上会当应准，法律上不会。那如果会当的话，叫人放弃忙做，因为未久啦。传统地点不清楚啦，吓啦吼！啊，迄、那个、迄、那个放下你、迄、那个你有，吼、哦、你前面啊，从第一届时你有答应讲吼、哦，啊你不爱开我了嘛？但是你定来功夫挂，你嘛是办法。我想放下你，迄、那个本州功夫的边啊，别放下你去行。本州工业区迄个时阵吼、哦，咱提出的迄当阵的计划变更，啊，咱迄本州工业区人拢就是讲，因迄是真好的农地，农民爱生存。啊，所以讲，要求迄个时阵未使开发。本来本州工业区是讲有一部分是工业用地，一部分要变更做商业用地。但是咱遐大家拢反对呀，啊，阮就是爱尊重住民的意思。啊，你即摆住民再来甲我讲，爱变。无，遐住民是要求要变做商业区，做咩区啊？无可能安尼嘛。农地你一定要有公共利益才会当变更嘛，所以讲一部分做工系袂当安尼啦。袂，即卖是问题咧，以前毕竟古边港区清规加点点哦，拢是工业区嘛。啊，即卖问题就是讲，伫迄个放下你伫新公路路边，吼、哦，商品路边的经济啊，对不对吼？哎、啊、呀，本来就带来即卖有几多商业价值啊？是毋是啊？轻轨迄个捷运来个要坐车站伫啊？我说，我当然是知影安尼啊，啊，但是袂当讲，因要爱，这无可能是安尼，啊，这一定是归整体都市发展局看每一个整体需要，后摆好多委会去做专业的讨论。好啦，我是讲是建议市长点点吼，因为总是高雄市的市民啦吼，你别个第一清第二市长点点吼，啊，一经营点点吼，加迄、那个。同款自律条例规定的拢相同，拢应该是当纳入吧。但是不要紧，市长你讲我了解，但是讲大家来写一条，大家看应该安怎点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嘛吼。啊，用专业用各方面的点来做处理。包你阿弟的本就更加不要。我也邀请法制局、法制局共同参谋，一组一定是依法公务人员依法行事、依法行事，一定是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啊，人家敢做，无你公务人员怎敢跟你签？对对，请你讲安正确。啊，咱大家来写一条，对不对？吼，那是法律允许的，一种叫我们专门做点处理。安尼无？啊，无啦，这都是看到时我的。要紧，大家写一条嘛。啊，嘿，安尼。啊，国民运动中心，你讲台北有？台北甲高雄无同款啦，台北因无运动的空间，新北市吼，因高雄二零零九年办世界运动会，所以讲咱对所有的运动场所做一个大规模开足济钱，每一个运动场所做足好的整理，哦，做足好的整理，啊了，咱高雄市每一个公园空间，这拢甲规个北台湾无同款。啊！咱要叫咱的市民国民运动中心是要付费，你去使用，不是讲哦，我伫遐要给专业的运动者，诶，迄运动选手去运动，不是安尼，你入面就是要付费，拢要付钱。哦，啊，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咱高雄南台湾遮要叫大家有人去买健身工厂，有足侪这款。啊，但是我感觉国民运动中心，我会较。提议处，我甲教育局讨论。啊，如果讲咱的未来伫咱的凤山体育园区，啊，是毋是会当申请看卖？哦，是，因为咱的所有现阶段运动的场所，比国民运动中心有的比拢搁较好。毋是讲有这个国民运动中心，这就是进步，毋是。咱的空间运动场所，每一个公园十公顷、十几公顷，迄甲规个北台湾无共款。啊，所以讲咱同个所议员真侪好个意见，啊，我嘛要求咱的教育局，啊，是毋是讲国民运动中心有这个需要？
哦啊，我们再跟教育部来申请看，谢谢。谢谢谢谢。啊，咱的民政局局长，你也看这个可行性，然后设立的超商。好，谢谢，多谢主席，多谢这个所有议员哦。其实我感觉咱议员的这个建议真好，尤其吼，咱会当引进咱较优质，而且所谓的这个超商啊，然后把咱这个第一个空间的环境的整理跟美化上会更好。那第二个也可以有效的吼，提高咱的咱去参加咱这个殡仪馆加加的这个葬仪工作，加不管是业绩也好，也是咱这个家属也好，也咱较优质的购买空间。那你评估人来使？你就在做了，我现在已经有在和一些超商在做接触，有在规划了。好，来，局长请到。感谢主席，感谢所有议员，谈到所有议员，我们的每年，今年我们有一些经费，我们会做一些维修和汰换，每年我们希望我们整个都用助力，嘿，我新设的，我有评估的差不多55支要增加，吼，我按照迄个治安甲交通的需求，啊，即卖有评估到55支，爱个增加，啊，即部，啊，明年我们还会再评估啊，汰换的部分，哦，已经拢有你计划你做啊，吼，是是是，好，感谢。李院长，好，简单到。谢谢主席，感谢咱所有官吼。首先要感谢咱所有员长久以来吼对咱优沙电视业务的关心跟支持啦吼，但是就是我们去年才这边就像刚刚议员有提到，我们去年才把这个通过费率委员会的审议，把我们整个低收入户的它的收费的部分呢，由原本的1/3降到如今的1/6，等于是整个降去一半嘛吼。那最低的大概只要收75元每个月，这个就是说我们也很感谢说所有的业者跟我们一起合作对弱势的照顾。那长期过历年以来呢，我们也都会说有透过活动的举办来感谢我们这些业者。好，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议员提到我们去。谢谢。好，咨询完毕，休息10分钟。